天津商务委侨务代表团在洛杉矶举行推介会，介绍天津市最新的发展和优越的投资环境，特别推介今年六月在天津举办的华博会，邀请洛杉矶的华商赴会共襄盛举。请看报道。天津市商务委和天津侨办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包括张文刚、高业辉、盛杰、张武明、沈小静等人访问洛杉矶，受到美国。 天津同乡联谊会等团体的热烈欢迎。洛杉矶中领馆侨务领事卢明慧、陈小义，洛杉矶知名侨商朱一明夫妇、李立、佘绍汉、林德宪、严科、陈华、环照启程等人应邀与会，并与代表团成员亲切交流。 天津市商务委员会外资处处长张文刚等人在会中介绍了天津飞跃发展的经济形势和良好的投资环境。今年六月将举办天津华侨华人创业发展洽谈会及世界侨商项目与商品博览会，特别邀请南加州的侨商能够参加，大家团结合作，共图大业。美国天津同乡联谊会会长温贵鹏也表示。 天津是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天津为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举办华博会，希望海外的侨商能够踊跃的报名参加，来向整个洛杉矶所有的这个侨商侨胞。桥包 呃，传达我们天津建设的成就，希望大家呃互相转告，能够都到天津去参加华博会和继续呃未来的所有的交流。所以天津是一个很重要的城市，呃，传统的它就是三大城市之一。那么在近年的这个发展当中呢，又是京津冀呃发展的一个呃重要的这个。 呃，地区，而且呢，也是一带一路发展的重要节点，北方重要的港口城市。环球东方记者李玉冲，洛杉矶采访报道。